尊敬的师父上人，尊敬的诸位法师，诸位同修，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们上一节课进入余力学文的部分，而学习啊首重立志，所以我们回去以后啊，一定呢要首先做一个好儿子、好女儿。好，再来还要做到哪一些目标啊？好，再来，诸位同修，还有什么目标要达成？哦，好学生，好，做佛菩萨、古圣先贤的好学生。还有呢，好公民，我们学为人师，行为示范，当社会大众的好榜样。再来呢，好媳妇，哇，太好了！这一位同修啊，抓到了一个学习的很重要的关键，就是学啊，要从最难刻的地方怎么样？刻下去，一刻下去啊，平等心就现前了。因为我也曾经遇过同修说到了，老师啊，孝顺父母啊，可以啦，但是哈、哦，这个婆婆，其实啊，能够有缘啊，在同一个屋檐下，都是稀有难逢。只要我们啊，放下分别执着，能够提起一种恭敬孝心呢，相信啊，婆婆也会啊非常能够啊接受，甚至于因为你的表现啊，她说不定啊这一生还能够学佛，因为她说我媳妇学佛以后啊，变了一个人，所以佛法很好，我也应该来学。所以有一个老师啊，他学了以后啊，回去呢，每一次都跟她婆婆啊问好敬礼。那有一次刚好婆婆啊正要唠叨一下，她刚好顺手啊夹了菜给婆婆吃，说婆婆那句话刚好吞回去，然后接着说你学得不错啦。结果因为她常常啊跟婆婆鞠躬啊，她的孩子才1岁3个月，现在最会的动作啊就是鞠躬，他没有教他啊、哦，所以啊，这个潜移默化的影响。好，来，还有什么样的目标要达成？好父母，还有没有？为什么好先生、好太太都排在最后呢？好，我们立定这个志向，勇猛精进去落实，去力行。那第一句提到，不力行但学文，长浮华成何人？我们都知道啊，根本烦恼贪嗔痴慢疑。我们一般啊都会觉得贪嗔痴很厉害，其实在修道的路途当中啊，这个慢啊也很有杀伤性。诸位同学有没有感觉他好像呢不知不觉啊就出来了？我们也想到啊，汉朝时期有一则公案啊，当时候晁错啊建议景帝啊要能削弱啊这些诸侯的封地，结果诸侯啊群起啊叛乱，造成了7国之乱。而这个晁错确确实实啊念念是为国家，他是善谋国啊不善谋身，没有想到自己。结果后来7国啊就以要讨伐晁错的名义啊要把他杀了，其实重点是要啊夺取啊国家的
权力了。那时候袁盎啊，就建议汉景帝啊，只要把晁错杀了，那问题就解决了。结果晁错啊，是汉景帝的老师啊。景帝啊，迫于无奈啊，把晁错啊杀了。所以晁错跟袁盎的这个冤仇啊，结上了。刚好袁盎之后啊，下一辈子是高僧，而且啊累世都是高僧，几百年后就是悟达国师啊。这悟达国师因为德行很好，所以皇帝啊赐给他一个檀木做的宝座啊。所以修行那么高啊，得到这个檀木的宝座啊，起了一念啊，共高我慢心，马上啊，这个晁错的冤魂啊，就跑到了他的腿上啊，长了一个人面疮。结果后来因为很严重啊，这个悟达国师想起了当初他比较年轻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很可怜的老人，身上啊都腐烂，有一些地方腐烂了、啊。那悟达国师还亲自帮他疗伤，所以也都啊不会嫌他脏。后来这一个老人啊告诉他，假如你的人生啊遇到了很大的问题啊，你可以回到这个地方啊来找我。所以悟达国师啊又到了这个地方去寻找这一个长者，而这一个长者啊就是迦诺迦尊者。所以迦诺迦尊者啊就找这个悟达国师啊去一个溪边啊，就打算啊用这个水啊把它洗一洗啊，应该就可以痊愈。当要洗这个伤口的时候，突然呢这个人面疮就说话了，说到啊他就是晁错。所以这个冤仇啊结了几百年呢，冤气没消啊。所以诸位同修，从这个故事当中啊给了我们相当多的警惕啊。第一个当然要广结善缘啊，这样很多时候啊我们才有助缘进来啊，可以逢凶化吉。再来也要警觉到啊，恶缘不可结啊，冤冤相报没完没了。所以迦诺迦尊者啊就同时啊跟他们说法，这个晁错啊也放下了执着，不再互相啊这样愁肠了。那当然悟达国师会遭这个难啊，起因在哪？也有一念的傲慢。所以对峙这个傲慢的习气啊，我们也时时啊要关照自己的念头。当别人给我们建议跟我们的想法不同的时候，我们要察觉、啊、是不是有不耐烦的心啊起来了。其实那都是啊傲慢的因子在里面。这个时候赶快啊调整自己的态度，要广纳雅言，自己才会得利益。所以唐太宗当时候做皇帝的时候，有一个臣子啊来给他谏言，谏言完以后退朝，旁边的臣子就说了，他说皇上啊，刚刚他谏言的、啊、根本很多都是不实的事件，你为什么呢都没有反驳他，都没有啊纠正他。唐太宗就说到了，假如我反驳他，假如啊我制止他，那这个消息传出去了，人家都会说啊皇上不接受啊谏言，到时候这个觐见的风气啊被隔断了，那我啊还有国家、啊、就会有损失啊。所以纵使啊
别人给我们的建议批评啊，可能有太过甚至不实，我们也能够啊虚心啊包容，把确确实实啊提醒我们的缺点啊，我们好好的去对治，去改正。那我也曾经问过啊小朋友，大学毕业啊有没有文化？诸位同学，大学毕业有没有文化？好，所以呢，有没有学佛差很多，所以诸位同学都知道不一定。那我接着问学生啊，不孝父母有没有文化？那大学毕业不孝父母有没有文化？当然也没有。所以一般人的认知啊，会觉得学历高啊，叫有文化，这是不正确的认知啊。文化里面最重要的就是道德伦理啊。当不孝顺的时候，根本就不知道伦理道德了，那怎么可能会有文化？所以现在啊，学历越高啊，只代表呢，他对某一项专业啊特别懂而已。所以大学以上啊是知识技能的传习所。那我们也看到一些现象啊，现在高学历啊高离婚率，所以学历越高啊，可能所产生的傲慢跟所知障啊会更深，所以跟太太跟亲人无法相处得好。那这也难怪啊，他们可能常常都是面对电脑，电脑很听话，叫他做什么他都怎么样就做什么啊。但是人不一样啊，人需要沟通，需要交流，需要包容才行。所以有一个朋友啊，他是研究所毕业，有一天他母亲啊叫他帮忙做一些家事，就在做家事当中啊，可能呢把一个东西啊弄不好，他的母亲就说到了，这个事情这么简单啊，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啊，怎么这么笨啊。结果这一位朋友一听啊妈妈骂他笨啊，马上呢很生气，就说到了，我都已经研究所毕业了，你还骂我笨。好，诸位同学，研究所给他什么？给他什么？给他傲慢啊。好，这么一点小事做不好，我们应该虚心怎么样学习才对啊。所以卢叔叔都说啊，他说啊，假如是我的孩子，假如是啊我的晚辈啊，绝对不让他一读就读到博士，一读到博士啊，眼睛都长到哪里。所以大学毕业先出来啊，好好磨练，知道人外有人啊，天外有天才对。好，所以真正学问啊，绝对不是啊即问之学，一定要了解到啊，知道。悟道，做到，才能得到。就像我们修行啊，也有性、解、行、正的境界提升。好，那虽然说知道、悟道、做到、得到，
而真正知道的人一定是体悟到了，那体悟到的人一定会付诸什么行动嘛，那他就会去印证啊这个真相。所以诸位同修，当我们真正落实《弟子规》，我们也才了解到为什么啊圣贤人这么重视啊根基的一个落实。当有根基的时候啊，我们整个道德学问啊才会站得稳固。所以也有朋友反映到啊，他说本来以前啊都读大乘经，在读的当中啊心里啊不踏实，后来开始学习弟子规啊，每一天早晚念一遍啊，心里觉得很踏实，而且啊每一句呢每一天都在对照，都在提升境界。所以很重要的信解行正，当我们的信解行啊都融成一体，那才是真正啊能够契入境界。所以我们一般可能会回答的是啊这个我知道了，那当我们根本没有做的时候啊，这个还差得太远了。好，所以不力行但学文，这样会长浮华成何人。所以往后我们面对每一句经文啊，一定是关照自己落实的程度。那诸位同修，我们学习啊一定要常时熏修。现在诸位一天啊弟子规念几遍，我感觉大家勇猛精进，饭前也要念一遍，好像睡前也都快念一遍了。那一定啊回去以后啊一天最少要念啊两遍，早上念的时候提醒自己今天啊一定要把所学啊落实，那你这样去做啊警觉性就特别高。晚上回来关照一下今天处事待人接物当中有没有做了，假如没有做的呢要反省一下，明天啊再努力。早上提醒一次，晚上啊反省一次，一天两次。诸位同修，这一帖药啊是中药，治标啊又治本。所以我在海口啊有一个老师真的啊念了三个月以后啊他就出来了，回故乡教书了。好，那下一句，但力行不学文，任己见昧理真。我们可能知道的程度理解的程度不够，随顺自己的认知啊去做，又没有好好啊听善知识讲经，很有可能就任己见昧理真。比方说我们提到孝顺，很多人可能觉得什么都顺，那就误解了。当他能够读经典深入，又能听讲，那他就了解到亲有过啊见始根，怡无色柔无声。所以能听善知识讲经啊，我们才不会依文解义啊，那三世佛都怎么样，很冤枉。所以我们也常常听到教诲里面说到，佛事门中不舍一人，也听到佛不度无缘之人。诸位同修，这两句话有没有矛盾？佛不度无缘之人，佛事门中又不舍一人。所以佛事门中啊确确实实不舍一人，而诸佛菩萨都是众生的一个真上缘，而缘啊有深有浅，
所以虽是不舍一人，也要观机而行。所以当无缘的时候怎么办？当然要赶快结缘嘛。有缘啊，要让它增长嘛。缘成熟了呢，要帮助它成就嘛。所以其实佛不度无缘之人啊，同时也提醒我们要广结啊善缘。所以我回台湾，因为啊比较有有机的食品，所以我就带了几包啊有机的饼干啊到了海口。那很多家长啊是第一次来，我们就请他吃东西，吃人家的什么嘴软。没有，最重要啊是修布施，让他生欢喜心。当他生欢喜心啊，自然啊这个缘啊就加深了。所以我们念念呢是要、啊、如何成就因缘，绝对不是啊去退缩了。那经典里面也有提到啊，唯诸数类作不起之友，但是又听到只闻来学啊，未闻往教。那这两句有没有矛盾？所以听善知识讲经很重要，因为啊师长啊一定会把它开显，把它圆融，这样我们才不至于啊在学当中呢有很多不明白，可能做啊就会有偏颇。所以只闻来学，未闻往教，最重要啊是要让人啊求学有恭敬之心，这样他才会得到利益啊。但是假如这个朋友确确实实啊对于诸佛菩萨古圣先贤已经有恭敬心了，但是呢他又不知道从何问起，而我们已经体会到他的恭敬，他的需要，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就可以主动为诸众生做不请之友。所以凡事啊要观机而行。所以当我们能够时时啊熏习对于道理的理解啊，还有如何通权答辩啊，就能够啊不断提升境界。那弟子规每一句经文啊都有境界高下。所以我们之前也提到孟夫子的一段开示，可与共学啊，未可与世道，可与世道，未可与利，可与利啊，未可与权。所以这个就有四个不同的境界，我们当然是往义利不摇，往通权答辩呢去迈进。比方说凡出言信为先，所以不可以说谎。那今天假如你遇到一个猎人，刚好之前呢跑过了一条兔子往东边去了，猎人呢气呼呼的跑过来问你兔子往哪里走，你要怎么说？那个凡出言信为先呢，你们已经过关了啊。好，往西边。那很多人啊就会觉得，那我这样啊对这个猎人是不是结恶缘呢？其实刚好相反，结善缘。所以确确实实啊世事无碍，只要我们是从真诚心出来的，通通圆满。对兔子来讲逃过一命啊，对这个猎人来讲呢少造一个杀业啊。啊，对我们来讲呢，我们的真诚慈悲心啊都留住了，那不是皆大欢喜。所以诸位同修，有佛法就有办法，而这个办法都是圆满，只是我们的境界啊还没到那里，但是啊一定要往这个方向啊
努力。所以为什么戒律里面有开遮持犯，就是啊，让我们懂得通权达变。所以孟夫子有一次啊，也是刚好在离开魏国啊，要前往另外一个国家的时候，看到一个魏国的大臣啊，正在那里啊，大兴一些兵工厂，要制作一些啊叛乱的武器。那夫子一看到呢，马上就联想到，假如他们叛乱了、会有什么结果啊？一定是民不聊生。所以这一个叛臣啊，看到夫子已经发现了，就把夫子啊包围起来，不让他走。那就对夫子讲，他说你啊要对天立誓，不把我的事情说出去，我才啊放你走。那夫子就说好，我答应你。军队啊就撤掉了。撤掉以后，夫子马上啊对学生说，走回魏国，告诉他的国君。子路啊就说了，夫子啊，你怎么可以言而无信呢？夫子就跟子路说啊，他说啊，在威胁之下的信用啊，可以不用遵守，而且啊，纵使啊，我去通告，我个人的信誉啊，毁坏了，没有关系，只要啊，千千万万的人民啊，不免于灾难就好。所以夫子可以舍这个外在虚幻的东西，而去成就啊人民真实的利益。所以这个都是啊懂得如何去通权达变。好，所以我们呢学《弟子规》每一句啊，也都要不断的把境界向上提升。啊，之前在泛爱众我们也学到，人有短切莫揭，人有失切莫说。那每一个人从今以后嘴巴都贴住了，所以话该说的时候也得说。所以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原则，对事不对人。所以刚好在共同决策对团体重要的一些决定的时候，应该啊要把很多情况啊都反映出来，让这个决策啊能够做对。所以这个也是懂得啊要全变。那当我们是抱持着共同去完成这一件事情，这一份的为公的心，这一份啊真诚的心啊，相信啊对方纵使呢讲到了他一些过失啊，他也能够接受。而当离开会议以后啊，啊绝对啊不能再互相什么批评。而且离开以后啊，我们也要啊用平常心，好，你不要下一次看到他就怪怪的嘞，你怪怪的他也会怎么样，怪怪的。所以我们先把心啊平了，到时候呢有吃的有喝的，第一个拿给谁啊，就拿给他，他就觉得呢你确确实实啊是为公啊，而不是为私啊在挑他的毛病。所以这里处处啊我们也要懂得啊伺机而动，去转化。那在入则孝里面我们也说到，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但是假如你爸爸拿起来是这么粗的木棍的时候怎么办？赶快跑。小杖则受，大杖则走。
这个都是啊，要通权达变。好，我们看下一句经文，我们一起啊，把它念一下啊。读书法，预备起。读书法有三道，心、眼、口，信皆要。方读此，勿慕彼。此谓中，彼勿齐。宽为限，谨用功。功夫道，智色通。心有疑，随杂技。救人问，求却意。好，读书法，这是读书的方法。有三道，心、眼、口，信皆要。所以读书、读经典，甚至于听经啊，很重要的，一定要专注。专注啊，才能定得下来。因定啊，也能开会。所以老和尚常说啊，我们呢，不打妄想，静下心来读佛经，就是在修戒、定、慧三学，能够不散乱，能够句句分明。所以当然不只读佛经啊，我们在念《弟子规》，在念圣贤经典，也都能信守这个原则，也都在修戒、定、慧。而小孩学习的态度啊，一定要从小就是正确的。当他读经的时候，头会摇来摇去，看来看去，这个一不专心形成啊，往后就麻烦了。所以我们看到现在的孩子坐不坐得住啊？坐不住。这个啊，根源在家长啊，没有一开始就把正确的读书态度方法告诉孩子。我们也很少啊，看到父母啊带头念书，大半啊大学毕业书都怎么样？再见了，所以很可悲啊。这个就是学习得不到乐趣，得不到成长，都觉得学习就是为了考试，所以反而啊对学习啊有距离感。那人生只要不学习啊，那可麻烦。而真正需要学习，往往都是啊大学毕业踏出社会的时候，那是更需要学习了。所以孩子，我们要带头啊跟他一起读书，养成好的习惯。一有不正确的态度姿势，要赶快啊修正制止。那诸位同修，修正制止啊，我们也可以多多鼓励他。他有好的部分啊，我们赶快呢称赞他，他就往这个好的部分呢、啊、来发展。早上啊，就有同修啊问到，假如这个弟弟啊，常常会欺负姐姐，对姐姐很凶，那应该怎么办？诸位同修应该怎么办？治家如治国啊，那治国要怎么样？也要赏罚分明。但是啊，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假如没有皇上的宠幸啊，他敢这么造次吗？啊、哦，所以我们要从源头啊开始下手。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想到正廉碎梨。正廉把两颗水梨怎么样砸碎了？所以治家最重要的要平等对待。孩子才不会啊恃宠而骄。那当然现在已经出现状况了，我们要去啊根治对治。其中有一点最重要，先要见和
同解，所以没有家规，所以当然没有遵循的法度。这个时候赶快全家一起吃饱饭，七点半来，通通做好，开始什么？来《弟子规》念五遍。那念熟了，情况一发生，马上读书法，他就接有三道。你给他凡事人，他什么皆需爱，财务轻。哎，你看效果都出来了吧？好啊，所以一来一定要见和同解，这个是团体啊能不能够安和乐利啊一个根本原因。再来，有状况出现，我们就要机会教育。所以当弟弟呢，表现出有爱的行为，我们马上鼓励他；当他又对姐姐无礼，马上制止，要处罚。那你不能啊，两个人都处罚，两个人都处罚，公不公平啊？对啊，你两个都处罚，那姐姐都搞不清楚对错了，这个拿捏分寸很重要。所以很多行为的形成啊，也都必须要啊不厌其烦的提醒。所以我们读经教室啊，这些孩子啊也来自非常多的家庭，所以有一些呢一开始念啊，这个脚呢都已经踏到啊前面同学的椅子上面了。还有一些在念的时候，比方说读经，读书法有三道，看起来啊确实蛮专心的，结果两条腿在那里读书法有三道，所以这个都不专心，我们都要给他导正。当然一开始要让他先对经典对书本恭敬，不可怠慢。虽然经本啊是送的，但是我们会告诉他，这是啊杨淑芬老师亲笔啊一笔一画写出来的。这杨老师是40多年书法的经验积累，所以呢我们呢要感谢。再来是很多善心人士啊捐款来印，还要有印刷公司，还要远渡重洋几千里运过来才到我们的手上，而且这又是几千年来圣哲人传承给我们的智慧，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啊爱惜这一本书。当有引导啊，态度就会不一样。所以刚好有一个同学走过去啊，把另外一个同学的《弟子规》弄掉下去的，另外那个同学捡起来马上啊拍干净，你怎么把我用丢了，把用掉下去了。所以也可以看出啊孩子他对这个书本很珍惜。那在读诵过程我们就提醒他要心在、眼在、口在，还有耳也要在。那在念的时候我们也教导孩子啊，手啊要指着念的地方，这样子会专心，而且啊你指在那一个字上啊，那个印象一次一次啊在加深当中。有时候学生啊他背起来以后啊他就不指了，不看课本。当这样去念啊，假如他起了傲慢心啊，念到最后会是什么？有口啊无心啊，念得很快啊，一行一行接一行，其实呢并没有啊深入内心里面。所以我们都告诉孩子，念书啊就是滴水穿石，做学问就是如此。所以这一只手啊一点一滴的指清楚、指明白啊，就在提升学问。所以这一只手啊，叫做滴水穿石手，功夫到什么，自色就通。
那信皆要，我们在专注的领受圣贤教诲，信心特别重要。所以信为道源，功德母。那偶益大师在要解里面也提到啊，六信，要信己可以成佛，信阿弥陀佛跟释迦牟尼佛啊，绝无虚言，也要信，也要深入了解西方极乐世界的理事因果。当我们了解了这个信心清净啊，效果就很好。所以《金刚经》也说到，信心清净，即生实相。所以，当我们真的很坚信，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您的医报啊，一定会转得很快，因为医报随着正报转。所以，当初我到海口去了两个月左右，打电话回家，也打给一些朋友，这些朋友也非常关心我。第一句话问什么？你在那里好吗？好，因为一般啊，对海口的印象是怎么样？都觉得是蛮荒之地哈，以前都是流放用的，所以我见到我们中心一些很有心的老师啊，一开始呢，我也跟他们说道：“我说恭喜大家，我们在海口相见。这代表啊，我们过去生啊都是被流放来的忠臣，今天才有姻缘啊，又相会了。不是忠臣还放不出来啊。好，所以当我打电话回去啊，这些以前的朋友啊会关心我。”我就跟他提到，我说我用三句话来回答你的问题。第一句啊，德不孤必有邻。第二句话，四海之内啊皆兄弟也。结果他就说，哦，那你应该混得不错。第三句话，责任的承担啊是成长的开始。这是我啊在那里两个月啊，非常深刻的感受。所以经典所说啊，都是真实不虚，而感应的深与浅呢，决定在我们的信心问题。所以真信者必切愿，切愿者啊，必真行。所以信愿行啊，是一啊，不是三啊。那诸位同修，我们现在有没有信心？好，我们现在要对什么有信心？第一个，要对阿弥陀佛有信心。因为阿弥陀佛是光中极尊啊，佛中之王，所以我们后台老板很硬，你们尽量去开分公司没有关系，只要呢能见合同解，阿弥陀佛的资源啊，一定会源源不绝。而且啊，我们的师长啊，已经积累了非常多的智慧跟福报，来成就我们这些学生。所以杨老师带着我到大陆去，能够啊做得这么顺利啊，最重要还是师长在中国大陆的威德，我们才能得到啊这么多的助力。好，来，还要对什么有信心？要对经典，对弟子规有信心。再来，哦，对，你们真的是学通了哈，对自己有信心。再来呢，对他人有信心。人之初，性本善。假如我们对人无信心啊，自己就障碍自己。好，还有没有？对小孩有信心，要对家长有信心。
因为我们也遇到一些老师啊，一开头都说孩子可以沟通啊，大人一定很难，这样都预设立场，因为老师跟家长的目标啊是什么？一致的嘛，只是现在缺乏了解，缺乏沟通而已嘛。好，还有没有？我们在大陆啊，也会告诉他们说要对啊大方广文化公益网有信心，要对海口孝廉国学启蒙中心有信心，因为我们刚开始去的时候啊，都是演讲都免费的，他们都觉得哈、啊，是不是另有目的，很怕我们做一下就跑掉了，所以呢，诸位同修，我们是啊。同舟共济，所以也欢迎大家常常可以上大方广文化公益网，儒释道三教的教诲，我们会不断啊挂到网站上去。我们在网站啊都是同参道友。好，下一句，方读此，勿慕彼。此谓中，彼勿起。其实这个读书的态度啊，除了专注，也要一门深入。所以方读此，勿慕彼啊，就是一门深入，一定啊把这一本经学通了，再学啊第二步。好，我们啊不贪多。当然你在学《弟子规》。可不可以去翻《大学》？可不可以去翻《中庸》？可以啦，刚好相应的，我们在讲课当中有提到的，好，就去把这一本书啊，这一个经句啊找出来，我们就可以啊，把它完全啊融会贯通。好，但是这一门啊，一定要掌握住，而这一门啊。一定是要能够掌握圣贤教诲的纲领，因为纲举啊，才能目张。好，一门深入。常识熏习。常识熏修，一门啊，掌握纲领，深入。诸位同修，如何深入啊？怎么样才能深入？关键呢、啊，在解行相应，解帮助行啊，行又解得更深，这样解行相应。才能不断加深我们对于经典的领悟，所以一开头就讲到力行加学文，就是解行相应。所以在第一次讲《弟子规》和第五次讲《弟子规》啊，感受一不一样？截然不同。随着自己的领会啊，这一个经文的深度跟广度啊。都会加深加广，所以一定要落实才行。那后来呢，也有一种深刻感受，《弟子规》每一句经文，只要我们啊消归自信，都是从信起修。诸位同修，父母呼应勿缓，修什么？修孝心。修恭敬心，修真诚心，所以你每一句时时从念头上去关照，那就能够啊消归自信，自观福有定位，勿乱顿自污秽。所以我们是修什么？修
礼敬诸佛，修真正的恭敬之心，这样才能勤与无勤呢、啊、同源种智。好，所以这个是透过啊我们去解行啊才能够深入。那常时熏修，这个常啊是指时时啊要提起，所以读经的时候是提起啊，处事待人的时候呢也是要时时提起来关照，所以这样才能达到啊立事练心。那在立思练心的过程，我们时时不怕念起啊，只怕觉迟，所以不要怕境界啊，只要常常能提起觉照，提起佛号，提起正思维，就能够在境界当中常时熏修。而修啊是修正的意思，修正行为，在哪一些行为当中修正呢？在我们的想法、看法、说法、做法当中去关照，其实就是身、口、意啊，三业不断往纯净、纯善的方向迈进。好，所以方读此，勿慕彼，一定要把这一门呢、啊，好好学扎实。那因为在学习的过程啊，有两个忌讳，第一个贪快，第二个贪多。而当我们顾此失彼的时候啊，就是贪多了。那在宋朝初年的时候，有一个宰相啊叫赵普，那赵普啊刚好有一天晚上，这个赵匡胤啊来找他，他在看《论语》，结果皇帝啊就跟他说：“哦，你看的这个呢，是我们小时候啊在学的东西了。”但是赵普啊回答皇上啊：“我是啊用半部《论语》啊帮你得天下，往后我要用另外半部《论语》啊帮你治天下，所以我们不可小看一本经典了，因为这一本啊就已经掌握所有圣学的纲领，所以只要深入了这一门呢、啊，就能够真正达到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以曾国藩先生也提到，书上不可多书，心上不可无书。所以学习不可以杂，但是心上啊要时时把这一些教诲啊能够提起来。那刚好我们也会啊给孩子看一些有意义的戏剧还是卡通，那我拿了一套戏剧啊叫做《牵手人生》，这是大陆啊拍出来的一个戏剧，拍得相当好。它是叙述到有一个残疾之人，他完全啊没有办法行走，得了一个先天啊肌肉的问题，但是因为他很好学，又很希望啊当老师，所以他克服啊很多的困难，自己啊办起学校来，而且啊确确实实啊他的真诚心啊感动了他的太太，他的太太啊还从千里之外啊跑来嫁给他，而且他的太太啊每一天啊背着他
上课、下课，所有的生活细节啊，都是他太太啊在帮忙。所以我看完那一片啊，也真的感受到，诸佛菩萨确确实实啊，在各行各业之中示现。所以因为他这么样的重视教育啊，所以也教出很多啊本来很坏的孩子，后来啊还有当医生的，还有在很多啊各行各业很杰出的。那个当医生的啊，当初是整个村落里面啊最会打人的孩子，结果后来被他感化完以后啊，他就想的，老师啊生病啊，我假如有能力医治他，不知道有多好。所以这个片子啊，我们就希望呢，能给孩子啊熏习这种励志、这种决心，还有利益大众的悲心。刚好我要拿给他们看的时候啊，这个孩子啊正在看，他们晚上啊已经固定啊在看一个片子。所以当我们拿给他的时候呢，小孩就说了，老师啊，方读此勿慕彼，此谓中啊。我们也很受教，所以你看孩子很会用啊。好，那宽为限，谨用功，功夫到自色通。所以学习啊要有耐性，要依教奉行。所以师长啊给我们开出来的2年打基础啊，我们一定要啊放在心上，一步一步啊扎扎实实走过去。所谓行远啊必自耳。好，那这一节课我们先讲到这边，谢谢。